帅哥局部盲选挑战三。Hello， 我是菲菲，今天我一定不能多想，看到哪个帅，我就选择哪个，就这么简单。看这个样子，一目了然，三四五绝对是帅哥的。这好纠结哦，到底哪个比较像？这个小耳朵的有点可能哦。萌系的，奶狗三号，你们呢？那个袜子破了个洞，好有特点哦。来了来了，这就是帅哥。吓到我了，那个舌头突然之间，这就是土到极致，就是潮啊！我是麦穗水观音，发出性感的声音。好可爱啊，大哥！嗨，他这个两个腮红让我想起了林正英里面那种可爱的鬼僵尸，像不像？特别可爱。来了，我是三号，那是不是？其实我感觉四号挺像的，你看变了，这个眼神像算命的一样，他这个八字胡，这个气质拿捏的刚刚好。嗯，要算命吗，小姐？没想到又错了，不是医生吗？